好，因为这个赵天麟他是不得不退选，因为蔡委员说法是他双重背叛，一个就是背叛他的爱家人设，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台独人设啊。那请教这个亮哥，这当中当然也有一些派系斗争的角色在其中吧？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也算是一个指标，也就是呢，民进党的性平部也开骂了啊，因为呢，赵天麟在昨天早上那不到两分钟的记者会，他说孩子喊爸爸加油，对于这个部分，民进党性平部很有意见。就说请不要在媒体前把教无话语权的伴侣以及孩童作为挡箭牌，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之前，请记得你也是一个人，丈夫与父亲。好，民进党的性平部会讲这段话，其实也看得出来就是要切割了，就是要切割他。事实上这件事情发生到了下午，气氛就开始变了，是不是越来越政治化了？嗯，啊，就是包括郭佩鸿啊写脸书啊，说要移送国安调查。对，然后深绿的一些网红纷纷叫他退出来背书了。嗯，那有一位出版社的那也是很有名的深绿网红，他就直接说你应该退出政坛。对，是啊，像那个蔡委员讲的对啊，你双人设都被打倒。坦白讲，第一个人设啊，对高雄也没那么重要了。说实在的，啊，那个民进党好很多都有外遇，对呀，还不这样连任，哇，他们的人设不太一样。罗志政从来没有跟他老婆的亲密照拿来竞选啊，我知道了。可是赵天麟也离过婚啊，可是他老是跟他老婆现在的对亲密照一直在晒恩爱，晒得很夸张。对对对，不，那个王定宇在发生事情之前也常常晒在一起，这倒是。对啊，啊，所以我不认为。因为我是高雄人啊，我不认为南部如果纯外遇事件，我认为赵天麟会继续选，所以还是砸了抗中保台这一块。对对对，这个是直接颠覆了民进党的或者广义台派的信念，因为你当过国防召委，对，这个也是，而且当了两任，对，那人家就会觉得你怎么会这么没有戒心？我讲的没有戒心是说。离谱到自拍之后的照片还让女方保存，嗯，而且每一张都高清，好不好？而且每一张都是致命性的，对，而且还这么多张啊，好像有31张的样子啊，因为我有收到那个 zip file 啊，嗯，而且对手是明显要搞你的啦，因为连那个医美入境的证明都有，对不对？这个女方没有嘛，对，那怎么会有这一张？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认为。我认为可能就是这个地方这个资料暴露之后，那有心人啊就把它寄给十几家媒体了，那只是禁做的比较大，所以就大家都以为是禁的爆料，事实上不是，不是一开始收到，不是很多家都收到啊，很多家都收到。那这个民进党不容易善了啦，因为你想一想嘛，如果国民党在国防委员会要求做国安调查了，你怎么办啦？你要不要去查一下？你当那个国王召委期间，你跟那个女士的互动记录啊？你要不要拿出来看看？时代力量已经喊了要启动国安调查，会这样嘛？对嘛？因为你当召委嘛，啊，那柯文哲讲两岸一家亲被修理成这样，啊，你这个是两岸一家亲亲呢、欸？不是更严重？你有什么故意加一个字？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说太颠覆性了啦，这个，所以你的信念整个被颠覆，所以我认为是在这个压力，那这个压力是普遍性的，因为是针对民进党啊。所以你民进党如果连这样的人你都不处理，那我就质疑你整个党里面还有，所以就非换不可，就变成这样啊，所以是政治性的啦。因为我很少看过深绿网红口径这么一致，嗯，啊，因为这个逻辑一引申出来，就真的是这样啊，就是确实有可能会启动国安调查程序啊，那人家会去深究，那这个一时也调查不完啊，那可是接下来赖清德怎么办啊？对不对？你一定会被波及嘛，对，啊，所以赖清德连那个更生人都要让你不能选的，何况是这个，嗯，啊。不过广义人家当然会怀疑啦，说是不是还有，啊，那你就不要被抓到。所以现在大概有很多
民意代表正在回去销毁照片中。你说还有是赵天麟本人还有还是其他人还有？其他人啊，其他人就麻烦了。哦，这个阿亮涉嫌恐吓民进党，我觉得应该他有手上有资料吧？不是啊，因为人家就会开始质疑嘛，说我跟你讲啊，因为他大部分是在海外见面的，对对不对？嗯，因为徐小新他们那个团体。看到了这个资料之后，他们忙到半夜两点半、欸、你知道吧？小心说他们从那个背景一张一张比对，看这里是哪里。所以比对出那个摩天轮是在东京。对对对啊，那台湾确定地方是九份嘛？对，对不对啊？这我是难，因为我跟蔡委员都当过立委，我实在难以想象啊，就是怎么样？你是大辣辣，在九份那种地方也没有戴口罩，就直接这样拍照，哎，这实在是难以置信啊！啊，那。在国外，你都不认为会被看到，清成那样都不怕，不可思议。公共场所还有在海边呢，而且更离谱的是，还照相存档。对，你怎么不要把这个照片给销毁掉啊？这个不可理解了啊！这个还是他真的是被爱情冲昏头？不可能啊，几岁了？你又不是二十几岁，不好说。而且是交往一阵都天上掉下来，交往对了、啊、对了、啊，交往十年呢、欸，交往十年。事实上我是教这个的啊，嗯，因为我就在学校教谈判，美国的谈判学里面有四分之一是在讲离婚谈判啊，这个很我觉得很典型的是曝光了，然后因为他说他太太知道嘛，那他太太原谅他嘛，那应该就是分手了。那分手之后，女方不高兴，我觉得一开始的动机应该是这样啦，那资料就外流了。可是这个大陆女生对台湾的媒体圈又不熟，所以一定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，有人看到了这个照片，那就善加运用，就是很明显是有一股政治力量在运用这个照片啊，不然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爆料的啦，对，十几家媒体，然后还去调查，你的医美记录啊等等啊，那这个，然后就这样发生了，他就下台了。当然，这个有可能扯到市长，也有可能扯到现在的立委选举，都有可能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